银河十星，粒粒都系星。唔知道2016年大家又记得几多个呢？第一粒星是邵仲恒，他参加了87年大台的银河十星接力赛，令冠军入行。去年大台重播大时代，这个大佬定效下人气反弹，之后就加盟 Bill TV 做一哥。第二粒星是李婉华，他同过吴镇宇、何家劲拍拖，2003年同圈外男友李守正结婚，移居加拿大，仲有三个仔女添啊。第三粒星又属正，87年参加港姐，是好多宅男的性感女神嚟噶。99年嫁咗 IT 老板沈家伟，生咗三个女。第四粒星舞台王者郭富城，佢嘅近况相信大家都知啦，唔使再多讲啦。唔知几时佢哋可以联埋其余六粒星嚟个银河十星 gathering 咧？嗬？